啊，驾驶自小客、啊、因行经右转时啊，不慎撞击到内侧的水泥护栏哈，再撞击到啊，在这个同向停向车的大货车哈、啊，以致啊，女性驾驶的以及张姓的、啊、乘客、啊、轻微受伤哈、啊，两人均送医门楼医院呐、啊，治疗中，啊，驾驶人呐、啊，酒测值啊，目前的验方检测中啊，至于详细肇事原因呢、啊，警方尚在调查中啊。